状况不一样，一点都不好啊。这样状况最好就是月饼厂，因为那边就是跟我们。他，我觉得他们这次不明朗是在于他们的高级店，他们从五月开始就先是外交部长消失三个月，然后后来对，然后后来他们的火箭军的军队长换，然后国防部的部长，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国防的 BI， 对，特别是军这一块啊，因为共产党。军这一块是他们很重要稳定的一块，所以我们最近都在每天立法院都来喊啊，就问说什么就是对于他们这样政局面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？我们能有什么意见？我们能有什么意见？我们人微言轻，我们一个一年就领个多少钱了？你要我说什么？你看我跟习近平通电话吗？对啊，就是我要不好打电话问习近平。对立法院他们会就是委员的那个底下的小朋友会来问我们政策意见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回函就会回的就不服从，对。但我们现在是觉得说他们还是往后，你说什么都会提前，你说站如果真的要站的话，提前的机会高，因为他们的他们内部有些第一个比较大会爆的，反而不是那一些我们看到被整治的官员，而是他们的房地产，他们的房地产的烂尾楼的比例现在非常非常高。然后他们第一大这两个的，但他也没有让他倒啊，他不能让他倒，但是他内部能够吸收消化这种压力到什么样的境界？他们现在只能够病到，就像如果你能够病到一定程度，你只能够先救几个人，四肢什么断掉再说，之后会长，之后会长。所以，但你的对你核心需要先，它最末梢的血流最流不到，你的金钱最流不到，或者是金钱数目最少，放掉。碰到顶的，对。他就会紧急。
金融上。Thank you.